今天来吃抹茶千层。吃之前先吃一个可以变细溜的果冻，来一个超级草莓。甜甜圈，想不到吧，它是软的，它不是那种硬的，还是甜甜圈本来就是软的，我以前吃的是硬的。媚娘，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虽然是有点不好看，但是很香哦。小贝，全是肉松，蟹黄瓜太冷了。时光岁月长长，漫漫脚步缓不缓，远方的天空暖暖洋洋，像初见时的晴朗，小时光般已芬芳，春花种子在爱的生长，看我没吃龙虾龙虾打的手都给我打坏了。小小时光岁月，
还有草莓。这边居然还有一层蛋糕体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是抹茶奶油，这应该是抹茶味的泡芙。我要去拿口奶。咖啡冻奶茶。这层蛋糕体太顶饱了，所以我把奶油给吃掉。